我希望能够比较轻松自在，然后大家也开开心心的。我希望是演唱会那种。我又来了啊！今天是2019年5月31号，最后一天训练。6、7、8、1、2、3、大4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前前后后准备了4个月吧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甩头功真的很差。好累。好完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在排练室里面排练明天生日会的舞蹈，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去到现场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那个演艺大厅。啊，现在进到了会场里面，你看。好。哇，这是会场的里面。然后现在我要上到舞台上面去了，因为大家都在等着我。可以发快一点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就要回酒店了，然后明天见喽！所有的辛苦，明天都会化为动力。明天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！我自己关了，还有我，我还在。你真的运气。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6月1号见。